我的名字好双车头。来了来了，我终于看到了，对，就在四十九停站待毙哦。我是公文列车中的111年4月2号4九零站4九零站4点22分出发的是6026次哦。新乌日发车将三条宜兰的明日号出访，明日号专列，明日西景观光专列哦，6026次站。那个4九零站4九零站通过，然后这班是4六次就延长苏澳的1509千克。超感动的，看一下是6026次，就用三星号依然新乌日发车。好了，如果你说没干嘛，咱们就做电话打去。然后我们那这是在电话有1417+1239双明日号电头加两。明日厨房公共专列在四角形站、四角站已经通过了，谢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那四一六二四就会关闭车门，就这样，再见。